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ただいまお客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リフトの運転を一時停止し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より運転を再開いたします。座席の揺れにご注意ください。是我的哔哔哔哔哔还是你的？是我的在这。这是你的量表，那我的嘞？你的就在闪。那你的应该有秒数就可以了吧？是啊。好热哦。还好我只有穿两件，还好我只有穿这样子，好热哦。好漂亮啊！后面大晴天，我来了，脚好酸，踩走这样就酸，我怎么爬上？怎么又天啊？我怎么爬上去啊？两次。哦，就停两次。这么短欸，就车子就在那了。所以那些学生练到第二天都没事，接着今天换一些菜鸟也来搞一搞。第二个，看看我们前面有多少个。你看啊，那个压过的黑线可能很 happy 啊，很好滑，你要不要去滑？没有，我没有要。但是啊，你不觉得那个黑线中间为什么有一些些凹洞？对，有一些些，就是你看有人滑过也不会那样啊。像那一堆噼里啪啦的，不过又还是要停下来吧。这应该是坐的人哦。我昨天看到那个缆车的人啊，他的屁股腰上挂着一个遥控器，上面有快速慢速。哦，我猜还有一个钮，就是停止钮吧。那紧急的状况，还有遥控器哦。对啊。啊！我爬得上去吗？而且你觉得我要用脚去爬，还是？脚穿着去爬，还是要手拿着去爬？我什么意见都没有。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不知道。哦，我只知道一定很累。但是因为我刚走的脚也酸，手也酸的，所以我就说那个 Grace 的体力很好，他可以让羊皮山给他爬上去再滑下来。爬啊，你就累死啊！爬一座山呢，我们只爬一个坡就说不行了。他体力真的超强的，体力、肌力什么都很强。这个看起来好陡，这个虽然说很平，但是看起来很陡。嗯，你觉得那个的陡度跟这个的陡度有差吗？哪一个？右边跟左边，好像左边比较陡，这边距离拉比较长。这边没，右边这个最没什么。左边那个看起来比较厉害。我们昨天不小心滑的是这个黑，然后这个是之前我们坐第二段上去滑下来，这个看起来比较不黑。过去第二个缆车就算是热身了。哦，是吗？是啊，这个那么绿。Thank you.
我滑行中想要做这个动作，结果差点摔倒。这样还不错。我想都没有拉，那直接穿着拉，但是在滑的时候怎么快摔倒？我看到人家裤子没有拉好，我就会很受不了，裤子盖不盖下？我就受不了，会积很多血啊！积就积啊！我就不喜欢，我自己不喜欢。哎呀，我在吗？我是说路线，我要爬的路线。你就往上看，就是上面是哪里，沿着上往上就对了。我猜我大概可以滑个 N 次吧。你就练习，你就可以练你的功啊，这里可以练功吧？可以啊。对啊，那你是滑坐这台还是坐隔壁的？我就坐这台啊。OK。刚刚那个只能练三角台。因为很平，哦，好平啊！对啊，昨天滑到后来，因为跳的又不行，然后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要为了要站稳，就已经很要命了。我把大腿力气拿去避震，很可怕啊！拿去避震，就是会酸啊。我昨天。在洗啊，在泡澡的时候拼命按我的大腿都没感觉，但是当下是很酸的，但是只要按打，对，泡着按大腿小腿都还好，所以我回来也没打，因为我就觉得我又打不会痛，你打了我没打，而且大腿是上侧、左侧、右侧全部都有，每个力气都要用到这样。我看我还在跑，他开机也开得太久了吧，或者是说电拔下来的那一瞬间他才愿意开机，就怪怪的。对啊，怪怪的。我的打算是等一下到了上面又再把它拔下来插上去。我是觉得啦，一开始就插他好像就不爽臭，欸，你要给他一段时间什么的，嗯，让他觉得啊，我该冲了。奇怪，这个雪道怎么有往上抬的感觉？还是只是这一堆积雪比较高而已？你要爬的距离大概就是现在的山顶到这个，我猜要爬个20分钟吧，10分钟到20分钟吧。我只在爬什么路？你愿意选择比较短，距离比较短，但是比较陡，还是距离比较长？要看多长跟多短。要不陡。要看多长跟多短，太陡我觉得我上不去，我连平常走路都有困难的，我最好上得去。左边是。我要上一步退两步的。左边是直攻的，右边。不是，它好像被线框住，我怕我不能走。你说不能爬？对。有一个人滑从那里滑下来，看到一道。哪里？一道，不是，我是说轨道。哦，你说那个横线吗？没有，那个食物这个。那个横线是还是要左边啊？这是一道，这是一道，哦，这一道雪痕，就一个人这么做而已。拿一下也是。那左边不能走了，右边搞不好也不行，知道吗？嗯。它不会压上面。对，它是线路。
啊？怎样？就这个往上爬吗？那感觉只压到柱子那边，压雪只压到柱子那边。所以我就走到柱子那就好了，是不是？以上的话就是线路是堆放的走法。那怎么我不会走哎、欸？那就要你每踩一下就要陷进去的那个走法。右脚，每一只脚都要踩前脚的脚力。现在几点？我看一下时间，看我爬多久。那个9:22，这样走很酸呢、欸，还是正的走啊？东西啊、喔，好，不太可能，太陡了吧？没东西吗？
很累。我用脚会比较好，我试试看用脚。好累啊！容易啊！让我休息一下。让我们找吧。
钟还是12分钟，还到这。
不然抓我吧，好家伙！我坐在那休息。20分钟。我要坐在这休息。这样子，休息、祷告，那怎样下去？下去，你。不怕了。
10分钟爬上来，为了看不一样的风景，快累死了，救命啊！压低山还被雨挡住。都可以这样，哦，知道了。太多了，脏的。
等你来再帮我拍。不是，我说我滑下去的样子啊。我现在我还要坐着，我要休息，我在缩时。我在缩时。你继续滑。好多云哦，好没吃哦！等，太难吃了。我刚录错，我有刚刚弄错，刚弄错干嘛？
短哦，那这我就放一个，那就倒了。哪里掉下来了？
清楚。算了算了。爬了坡上来，就看到糊糊的羊蹄山。越来越糊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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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再爬一段。Who? Who? 还摔的，还慢慢吞吞，坐直了我就坐下去。啊的，他的很慢的。啊，我就怕你滑的轨迹，会深深的会怕嘛。就是不用怕，他就是不会怕。哎呀，我们该拍一张。哎，只有爬这样我就累死的。好了，你也有 first check 了。你的 first check 就
除了中间那段走走的以外，其他也还不错啊。奇怪、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手机怎么拿出来都是水？啊！拉链我拉好。不是是，我用不是是我用手套的手去拿，很白痴。哦人家的百分之一长度，这个好像有。什么？那个康曲就是全都自己爬。然后另外有个什么康曲的，就是坐了缆车到一半，接着自己爬一小段。好，没想到那里就看得到，看得到，只是爬一半发现右边有，你就走过去。对，就开始，你看横的就是，你怎么横着走？因为就看得到啦。想象是在后面。我站得到，站得，他站在那边。然后你有看到我传的照片，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很白痴的是，我要录缩时，就我按成慢动作，录了五分钟的慢动作，我是白痴。没关系啊，你自己的荣耀。你再帮我转还是什么？你再帮我弄。哎呦喂！直接去刀山缆车。啊？直接去刀山的缆车。那卤狮子。啊？卤狮子 resort 牌楼呢？是不是？对啊。你练够了没？没练到。为什么？哦，好累哦。哎、欸，我其实只有爬二十分钟，我就觉得我快。你看我走那么小一段路，我爬二十分钟、欸，哎。知道，重点是我本来想说啊，那么近，我走过去看看，我才走雪道走到那里，我就觉得我不想。你就放弃了，我本来以为你要上来找我了。我本来是想上去啊，然后我还想说，我往这个方向走，会不会我走到一半就看到？结果我走到的位置还看不到。那走到那我就知道不行，因为在你是不是踩着我的路上来更容易啊？没有，其实没有那么累。在雪道上走都这么累了，在有霜的地方会更累，再加上那个坡度。知道浪费力气，我不干。啊！哎、欸，竟然又开始下去，往右边呢、啊，不是左边了、啊。哦，就是刘世子那个嘛。我就再爬一次，反正天气好我就爬，你就练我就爬。好，你爬。我也想尿尿。我也是啊。那我阿腿都。
是你的，我可以忍的关系。我有一点想，但是好像也还好。我在雪地坐太久，太凉了。去哪去凉一下。要看我拍的吗？其实我也不好拍，因为看我觉得我从雪镜看都看不清楚。你现在看看觉得怎么样？旁边嘛，啊，来我去你的旁边哈，因为我这样对着太阳，你看，哎呀，啥？爬上去的路没回首来时路，快酸死了。嗯，我自己往回看啊。嗯，在哪里？这样子，在这啊。哪里？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这里啊，田旁边。这么迷你小。哎呀，很小，什么迷你小？是大，但是被云挡住了。好啊，那就是真的被云挡住哎、欸。然后就拍山上风景，反正我脚也很酸，我就是要坐着休息，没办法，我就是要休息，我需要休息。然后就看到一点点，然后我会等它散开，散不开。嗯。对啊，就这样。它不是很高，就是边边。嗯邊邊。可能因为你没爬到顶。你还是完整的、欸。啊，就是这边看得到啊，也看到这边啊，就是这样，两边都有哦，好，两边都看得到，只看到底而已，这样。只是因为云太厚，我其实啊，这不是这在干嘛？我用那个雪板当架子，结果你看这时候比较多，这边有往边边，诶、欸，又晃到了，这我到底是录对还是录错？云在动，刚刚是抖两下，没了。有还在动，你没看云在动，然后后来它歪掉了，然后这个路错了，我根本对歪了，嗯，但是其实也看不到，嗯，然后后来就看你来了，是什么啊？这样。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不然算这张。什么看不到？天气好，只有我们这里天气好。你知道我昨天看那个云图预报之类的、啊嗯，我们刚好在下雪的边际线那边。嗯，就是一副要也可能下雪，也可能不下雪，那是代表什么？就是云层到差不多到我们头上，但是东南角好像就没有云，所以你看我们都会是这种一半一半的天气，有太阳但是在下雪，然后明天好像就是保证下雪，可能就连太阳都没有，那就也不用怕。但是二世谷在西北角，它整个被笼罩在下雪区里面，所以我猜。它就是被云盖住了，看不到边缘。前两天那样已经可以了啦，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几乎都没有。对啊，啊，那天应该来爬的。谁知道？对啊，应该来。如果那天天气这么好，你会愿意来爬吗？那也是只有你爬而已。你还是不愿意爬？我何必呢？我不追求。来破一个，来破一个。啊、今天学人家的1%。
是要选这个，选这个，这个，这个。哎，它就没有西山吗？哎，我后来第一次滑到一半的时候想起来有 check in， 你有 check in 吗？没有哎、欸。你现在按吧。反正我也就滑那么一小趟，亏一点点。啊，没事，我按成迪士尼，因为两个都是蓝色。你自己摆个位置吧。没关系。快到了吗？快到了哎、欸。西山石，西款山石一场，好吧，就这个吧。我那这个叫 backcountry 吗？啊？这叫 backcountry 吗？这不是啊。我说它有个名字，那叫 backcountry， 才叫什么 country？ 随人家自己爬上山看风景。爬二十公尺有没有这样？有啦。我说高度。继续上去了，这边啊，哦，好了，总之进入了下雪区了。哎呀呀呀呀呀！啊，等会再走。啊，就这样抱着。那就坐上去喽，坐上去喽，等会再去上，好不好？好吧。现在几点？现在十点多吧。我一趟就到贝斯。啊？我一趟就到这个贝斯就。还不饿？怎么滑？哦，你是说还是滑两趟就到？反正我们本来就要吃这里了。但是、就是啊、我们这次的滑一趟，先滑一次右边也没滑过的黄线，啊、接着再滑最那边没滑过的黄线，啊、应该都差不多。这个吗？对呀。
没有 social distance 的东西，就贴着哦，它是贴着，所以我就故意要卡着，不不要去前进，那你就不要来贴我。吃这个啊？对啊，但是我现在一滑下来哦，你是说要排队的意思？对啊，这个好长哦，可以去。问题是要上这个山顶只有这个啊。好，那这一次直接滑这条路。啊？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先滑东。你是在哪？我们现在在这。问题是这个顶只有这个啊。是哦。只有这个啊，所以直接滑这条。我们还没要切过去、啊是是。直接滑这个好像还是得。没有，我们可以东，然后切来这边，这边不就Gondola嘛，就可以上厕所啦。没有，我们东这边滑一滑，不是下来绿的下来，不就可以上厕所了吗？然后再滑过来就好啦。回家才是没有滑好的，早上先不要。那随便。早上也怎么？早上待会最后一趟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滑啦。嗯，好啊。不是吗？我只是说现在要不要东，然后切安全路线下来，还是你要 cross A cross A A cross B？你要再试 across A across B， 我一直很想试。那你试就好，不要。但是我今天已经太费力了。对啊。它有个半山腰的，有个半山腰的那一个缆车，我们永远做不到，除非我们花了一次。哎、欸，没有，永远做不到。Course 的时候有。所以你说你等一下要滑哪？滑到远的 base， 滑到Isola base 去上厕所。嗯，我就是想上厕所。哦，可以吗？好。那因为你一下来，这个感觉这个排很长。他之所以排很长的原因，我猜就是没有别的办法。对啊，所以我说先去，然后那边看要不要滑啊，不然就吃饭了。嗯，吃饭我是觉得11:30刚好，12:00开始就要排队。好啊。还掉了一张卫生纸，因为我卫生纸架着那个，好是很像积一块许，其实是一块卫生纸。同学玩到小尊去了，你要看，可以看，可以看，看了，看完了。你不会用哦？你不会用哦？不是啦，你不会往左右滑哦？你以为这样会怎么样？平常都没有左右滑的，真假？你到底看了什么？我随便看了。那你没有看我影片、啊？唱个讯息给阿姨。
这样会比较暖。好像被我固定住了。我试试看，如果这样比较暖的话，嗯，以后我可以有这个应急方式。你看我的帽子，我后来后脑在冷。嗯，顶弄起来啊、哦。对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每次一觉得后脑冷，就要套薄围。薄围真的很不好穿啊。因为雨婷是公开的、欸，我的是不公开的。哎、欸，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一种东西，就是帽子连到后脑的那种东西。或者是后面垂到脖子的帽子，不会，后面垂着的没有用。我问你哦，嗯，我去那个鲁鲁米公园，我没有PO啊。鲁鲁米公园有吧？然后。有啊，你不是 PO 了那个吗？我忘记我没 PO。免费的那边啊、嗯。你要说 IG 还是什么吗？哦、到了，又到了，我还没忙完呢。忙什么？忙什么？我要想要弄给玉婷看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到了，到了，到了，来不及了，上厕所了，可以上厕所下了，啊，完蛋了，我没带，我带来了，在屋子里带掉。就什么都看不见，很夸张。现在是变什么都看不见，杰西山都快看不清楚。那边好像亮亮的。玉香。我少穿了一件衣服。哦，走了吗？好啊，走。你会停吗？你不会停吧？随便。
我觉得我滑得很失控哎、欸。啊？哇！听到 chill， 有时候听到没有，就是比较缓一点，就比较没有 chill。哎呀，我整个一直失控，停不下来。对，很紧张。啊？不是，是他已经是跳的了，他已经是跳了，所以我就在失控啊，没有办法凭空的左右扭来扭去就下山转哦。是这吗？啊？我好冷，我现在手要用来压肚子，因为灌风哦，我超冷的。刚忘记穿衣服了。
还在拉人家。宽是不是？我觉得沿路好像我都没。